所有的同学都嘲笑我，如果我自己心里想不明白，可能就会变成腹黑阴暗系少女了，这多给社会添堵啊。白总监，我一直都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。我总是在你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力量，让人为之一振。我想这应该就是人家说的正能量。对，正能量。白总监，所以你一定要振奋起来，一定要很好的做一番事业，证明你自己的能力还有判断力。我相信阿姨还有董事长他们也会放心让你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啊。哎，你这么善解人意又会安慰人，让人不喜欢真的很困难。红英，真的很欣赏你。谢谢你的欣赏，不愧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啊，这嘴里动不动就是倾慕、欣赏、喜欢，还真会夸人啊。哎，你真把我当成放羊的孩子啊，成天喊着狼来了，喊多了就没人会相信啊。可惜我是真心喜欢你。别耍我了，我才不上当呢。哎，你真的很精明，这样都被你发现了。啊！我一定要让大家刮目相看，我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。我周红英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知名的设计师。周红英，白仲玲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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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红英，今晚我和你说的一切都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喜欢你，请你一定要相信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位大哥哥和漂亮的姐姐，你们要不要买一对长长久久的手链啊？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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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位大哥哥和漂亮的姐姐，你们要不要买一对长长久久的手链啊？谢谢小妹妹。大哥哥，你们买成手链吧。不要。小妹妹，怎么这么晚了，你还在这里卖东西啊？我爸爸生病了，妈妈白天上班，晚上还要打另一份工，我来这里卖些手工艺品，想给爸爸挣点医药费。来，我看看。那你要哪一条呢，大哥哥？就这条吧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上次你拍卖手链的时候呢，很意外的手链落到了我手里，所以现在我同样买一条手链送给你。那条手链你还一直戴着？当然啊，你不是说这手链是你的幸运手链吗？我希望像你说的能够带给我幸运。大哥哥大姐姐，你们感情真好，我祝你们永远幸福。不是，我们小妹妹，谢谢你啊，我们一定会长长久久的啊。喂，你别听他瞎说啊。我知道的，姐姐，你在害羞。我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哎，大哥哥，你还没付钱呢。钱给你了，在篮子里。用不了那么多。没关系，拿去吧，不是要帮爸爸筹医药费吗？我希望他早日康复。还有啊，已经这么晚了，别在这地方闲逛，赶紧回家吧。谢谢你，大哥哥。
总监就是不一样啊，买一条手链给了他这么多钱。我买的不是手链，买的是情怀。是是是，情怀。我发现某些人好像对手链真的上瘾了。记得上次在义卖会的时候，那天可花了不少钱。你说义卖会那次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我衬衫见到了红酒。那不是白虎企业的白先生吗？您出价多少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什么？5万？5万？5万？什么？5万？看来这条手链被白先生默数了，成交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然呢？那时候我跟你又不熟，我傻子啊，花那么多钱买一条手链。再说你做的手链一点都不好看。喂，既然你这么嫌弃，那还给我好了。哎，不不不，那是以前。现在呢，我非常喜欢这条手链，而且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把它给拿下来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你也要答应我，今天我送你的手链，我也不准你拿下来，因为这是我送你的定情物。我们快上车吧。灰蒙蒙天空在讲笑我的寂寞，失去天长地久的机会谁的错，再美丽的流星也始终就会坠落。不懂我们之间为什么总要这样错过，老板，我要红薯。哎，几个呀？2个。好嘞。10块钱啊。啊。好，给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哎。我到了，那么明天见。啊，你门锁是不是坏了？怎么打不开啊？哦，这是因为我的车子呢很有人性，你一定是忘了某件事情，所以才打不开。什么事啊？在国外，人跟人道别的时候呢，都要 kiss goodbye， 这是很基本的。你亲我一下，待会儿门就自动开了。好吧，我们是中国人，为什么非要用外国人的礼仪去告别啊？哎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了？啊，你这人真是的。啊，喂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哦，你要是觉得委屈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再亲我。想得美，我要回去，你快开门了。好了，设计师的设计师，可是他的妈妈又不喜欢我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？
妈妈喜欢我或者不喜欢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又不喜欢白仲林。怎么办呢？我要当设计师，我要当设计师。哎呀，脑袋快停止吧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，不能想，怎么办。来好看视频，分享美好，看见世界。